载重，高效率，强穿透，安全可靠，智能易用。这就是全新大疆 T40 农业无人飞机。轻型式横架机身，机臂可折叠，减少体积，便于搬运。11米有效喷浮，带来每小时320亩的作业效率。高效全凭实力，不讲道理。大流量磁力纯动叶轮泵，可使药液与电机完全隔绝，抗腐蚀更耐用。全新的双重雾化离心喷头，让雾滴大小更均匀，提高农药利用率。行业首创离心法，精准启停，拒绝滴漏。喷洒系统一体化，可快速换装全新播撒系统，播撒喷洒通通拿下。播撒载荷提升至50千克，一小时可播撒1.5吨肥料，满足多种作业场景，省时高效。共轴双桨构型带来的强劲风场，能让药液有效穿透果树后冠层，喷洒淋漓尽致。双目视觉与相控阵数字雷达组成的空间智能感知系统，可让 T40 实现全自主三维连续绕障，让危险无处遁形，从此再无复杂地块。还有高亮探照灯，为夜间作业提供可靠视野。全新的超高清 FPV 摄像头，云台俯仰可调，可自主采集地块高清图像。配合全新智能遥控器，无需额外设备，即可本地离线建图。面对山地果园，可带来更精确的三维作业航线。大田作业可省去绕田规划繁忙，自动计算最优航线，建图作业从此一手拿下。搭配精灵四多光谱板生成农田处方图， T40 可根据作物长势不同变量撒肥施药，针对性治疗，降本增产。新一代全能变频充电站融入电喷技术，提高燃油经济性。 T40 智能飞行电池标配风冷散热器，两电一充，急速开工。充电模块还可单独分离，支持试电输入，满足多场景充电需求。防护能力全面升级，无惧腐蚀，轻松水洗。这就是新一代大疆农业无人飞机，旗舰进化，集结强大。